继母的心声，我不想管别人的孩子。当初是吃饭的时候，爸爸就跟我说他会娶个阿姨回来，给我感觉他是想当少奶奶。你在教他功课的时候，他也许会有一些反抗，他就会脱口而出说你又不是我的妈咪。在结婚前的时候，我跟他们相处得很愉快，现在的话我就是开始照我的步骤来。有一次我们那大哥哥还跟我讲说，我们都被你骗。今天晚上9点，爸妈熊很大。